恭喜郑一厨小朋友被小学录取啦，马上就是小学生啦，那我就可以和弟弟一起上学放学啦。是的，弟弟以后就交给你了，户口本、房产证、预防接种证。呀，楚楚，你还差一针疫苗没打呢。啊，我要办法打针啦。楚楚，没打完是不能报名的。好吧，但是打预防针真的好痛。我们是男子汉，要勇敢一点哦。去打针了。领个号码。去那边交费，走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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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害怕吗？露出你的小胳膊。我们是男子汉，要勇敢一点哦。我不行了，好，我没哭，没哭。